你叫什么？大家好，我叫张杰尔，我今年九岁，我是二年级，然后我们要唱的是那个母语歌，好了。大家好，我叫王嘉轩，今天要表演的是拉丁舞打样。大家好，我的名字还有这个，我今年八岁，我读二年级，我今天要唱的是拉丁舞打样。后面那个。那好了，好，你们今天表演什么？那个打工版的，预备开，三二。要唱就唱了，还得唱厉害唱的，哎呀，我要看你们。来唱我们的那个校歌。歌唱校歌。我唱校歌，国歌。跟我们唱国歌。你们要不要跟我唱？来唱什么？啊，唱那个郑爽一起。啊，好，我们唱。冻结，冻结。别开心，不要，别开心。先介绍一下自己。好，要长一点，长。大家好，我叫王嘉轩。You can see me。我住大同宜兰县大同乡南山村，我名字叫王嘉轩。哪一组？太阳组。好，你今天表演什么？我今天表演是 Big Bass。好，而且开始。不要开始，开始。好了啊，好了。